尊敬的领导，经销商朋友们，2018捷豹路虎经销商大会现在正式开始。Deputy President of IMSS, many of you know him, as he is already also the deputy. 我在2015年到现在啊，是担任十月捷豹路虎合资公司的常务副总裁。啊，按照集团的要求，那么我从2月底啊正式啊带领这个联合销售机构的常务副总裁，那么和Frank 一起会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打造一个共同的商业合作伙伴的更好的模式。谢谢大家。